乱世中置身于虚迷，笑而谈何容易，一心为众生逐名义，即是留谁的谜。日落暮息，匍匐天命，坦然消失在风里，豪杰如天命，妒忌常有心，生死无需在意。人海找不到你的身影，与相思永世相传，解不开乱世恩怨，救不出儿女情短。星辰停留在云的那段，迷失于战乱之晚，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债，来世用生命来还。现在我宣布，乔震天获胜。等一等，你们为什么要用炸弹？他犯规不能算他赢。嘿，你哪头的？乔振坤，礼物规定不可以使用暗器。乔震天没有使用暗器，他是明着拿出来的。对，愿赌就要服输。无耻！既然你们不择手段，那我也不顾规矩了。郑坤，你不想你儿子死掉，就立刻带你的人后退。你要是敢动我儿子分毫，我定将你们神木族瞬间化为焦土。乔振坤，我们说好的可不是这样的，这里的植物可是我的研究对象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神矿。圣果可以给你们，但神树患有沉疴宿疾，圣果大多腐烂消失，只剩下一枚圣果。拿来给我，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以后我把圣果送到你手里。行，只要你做到，我立刻退兵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定将你们神木族夷为平地。哼！轻微的骨裂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疼。疼？你还好意思说疼啊？自己逞强，疼死你，活该。不都这样了，还说我？说着我就来气，
你明明说好点到为止的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啊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死在你们手里。乞丐，别！真天，你怎么来了？给您上药了。啊。谢谢。有一个名人说过，你要找一个爱你的人，而不是你爱的人。真天，你为什么不珍惜我呢？再进去就睡觉。星辰，月影怎么样了？星辰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别瞎说，你活得好好的。月影，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。月影，是我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我父亲。不要这样说，月影。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！你好好休息。就算我用青囊术给他输入真气，月影也活不过今晚了。难道我们就这么看着月影死吗？只有圣火才能救他。星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吧。星辰。这个样子，他们应该认不出我来了吧？小心点。哎！啊！什么人？周志，快走！站住！阿火，哎，星辰，圣火拿到了吗？圣火拿到了，赶紧去救月影吧，自己小心啊。
月影，这回你有救了。圣果被盗了，什么？这可怎么办？族长，会不会是那些外族人和乔振坤因为只有一枚圣果，怕分赃不均，才先下手为强？不是说三日之内给他们圣果吗？他们怎么还来抢？族长，我得到消息，石虎要去偷圣果，为了救月影。什么？他胆子也太大了！来人，给我去捉拿石虎。是。岳坤，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你也难逃包庇的嫌疑。对。跟我们走，走。月影，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抓他？放开他！是虎头圣果，罪不可恕。这个果核就是证据，带走。走，石虎，快！石虎，石虎，石虎，石虎！石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身为守卫长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敢置全族上下安危于不顾！来人，给我推出去，斩了！慢着，父亲，圣果是我偷的，跟师虎无关，要斩杀我吗？他为什么要偷圣果？族长，这件事跟少主无关，是我一个人干的。我假扮外来人，我盗取了圣果，跟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族长明鉴。父亲，我们偷圣果也是为了救月影，望您能开恩。再说此事若是斩了石虎，我们又要失去一员猛将。族长，少主说的对，不如让石虎戴罪立功，等此事一过，您再另行发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给我押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圣果没了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父亲，乔振坤和汉斯都没有见过真的圣果，我们可以做一枚假的给他们，这样我们能有喘息的机会。星辰啊，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虽然是招险棋，但也只能如此了。族长，那你看派谁去送假圣果呢？让石虎去吧，可以戴罪立功。汉斯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最新的武器。嗯，
不用担心。既然汉斯教授都答应了要帮你们治病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别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？那个圣果是自然中生长出来的，凭什么他们神木族的人就独占独有？说得对，神树也不应该属于他们，应该属于全世界。我劝你们，见好就收，不要白白枉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我不会让更多的人白白送命。我这只是战略上的震慑，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如果拿到圣果，自然会收兵回去。好，叔叔，希望您说到做到。爹，这个女人真厉害啊！云长。真天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不想耽误你，所以我必须得说。我，你知道。我不想听。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还是会继续对你好的。你娘因为救我爹而死，我不能让你重蹈覆辙。放心吧，必要的时候我会要我爹收手。站住！没出息的东西，为了一个女人连命都不顾。爹，您不用费尽心思救我，即使找到圣果，我也不可能吃。玄天，汉斯教授研究圣果以后，如果有新的发现，肯定能救更多的人。爹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我又没有对他们怎么样。等汉斯研究完圣果之后，你真的会收兵吗？我说到做到。真心的希望接下来我们能一切顺利。放心吧，教授，一定会的。汉斯教授，我曾经吃过圣果，而且我有圣果的果核。哦，你真的吃过圣果吗？这就是果核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让我看看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培育出神树，乔厅长就答应再也不攻打神木族。我可以把果核给你研究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再滥杀无辜了。叶云长，我是你的导师，你应该相信我，而且还是你邀请我来云海市的。我是来搞研究的，没想打仗。
都是乔振坤骗了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做乔振坤的傀儡。给我吧，云长。雷亚，你看这回帐篷给我准备一器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好。师傅，师傅，星辰，师傅让我把这个圣果交给你。师傅可真厉害，做得一模一样。师傅让我告诉你，这个圣果需要不断的输入灵力才能维持现状，一旦超过六个时辰就会恢复原形。六个时辰足够了，我先走了。星辰，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？时间紧迫，阿华还等着我呢，走了。星辰，星辰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星辰，星辰，一定要让石虎去送那个假圣果吗？这也太危险了。哎，月影，这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机会，我怎么能放弃啊？可是我不想你去。你们看，啊，你看这假圣果做的多像真的啊！啊，一定可以以假乱真，是吧，星辰？阿虎，把圣果交给他们之后，你要尽快撤离。他们虽然不知道圣果的真假，但拿到之后必定会撤退，一定要拖延时间。给我们足够的备战时间。明白，放心吧，兄弟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嗯。师傅，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去吧。胡闹！我怎么能让你冒险呢？石虎，没事，等我。别争了，阿虎，我从外界带来一点东西，你应该会派上用场。星辰。星辰，这个味道。星辰，星辰，星辰。在这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星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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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圣果，石虎，哎，别开枪！石虎，你怎么来了？云长，你还好吗？嗯。什么人？哦，这是石虎，神木族的。东西拿来了吗？乔振坤，咱可是说好的，我把圣果给你，你们立马走人。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是假，有没有毒啊？给教授看看吧。
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。哎，糟了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我这里有个真正的圣果果核，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师伯，师伯，师伯，把他抓起来。是。师伯，孩子，进去。时间了，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们要过多久才能动？中了迷津花的毒，需要两个时辰才能恢复。星辰用幻影师变成我的样子，迟早会被发现的。能让他再变一次不就完了？幻影师一天只能用一次。齐飞，星辰，怎么回事啊？穆星辰，刚才的石虎怎么变成你了？拉水。厅长，是穆星辰。在哪？吃了。谁吃了？我吃了。我吃了。你真的吃了？是啊。啊，你这么想，这么珍贵的一个东西，怎么能放在狗肚子里呢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
那我今天就把圣果从这个狗肚子里拿出来。他，银子给我。表哥，爹，你就听我一句劝吧。这时辰已经到了，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坏了，要出事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等等我！再打会出人命的。少爷，你们谁敢打他？追！不用，他们跑不了，交给我。我跟上，师傅，师傅，阿虎，师傅你没事吧？师傅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这个紫檀跟我上次种的是一样的，有剧毒，怎么办？星辰，我们怎么办？师傅，师傅。只有圣果才能救他，可我们没有了。不会的，肯定有办法的，肯定有办法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要死啊！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师傅。月儿，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知足了。不要说这种话，师傅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永远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的。我。
段，不知是否有缘才能够和你相守。你会奋不顾身，还是太过唯独，为此我常常自愁。长短一样。